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Vô s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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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ế miêu. Bảy thiên quan kiế nan trau y. 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 基督觉山中，彼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即名曰尊者交神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舍，尊者阿难。 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不等十六正士，所谓善知为菩萨。 慧辩财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光菩萨、观音菩萨、宝船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 解脱菩萨，而为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布施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 舍都率将王公，即位出家，笃行学道，作师事前，顺世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沉醉正觉，天人归养，行传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过烦恼身。 外诸欲见，起着垢污显明心法，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生灌顶接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他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无量诸佛前供布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地善观世现众一切，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只诸菩萨亦复如是，供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灭魔见光，解诸缠缚。
超生闻辟支佛顶，入空无相无愿法，善地方便显示三身，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起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采诸普贤论，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境，超过世间诸所有法，经常辟处度世之道，离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宝藏，故佛种性常始不绝，心大悲明有情，眼慈便受法有，度恶趣开善路，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精信士七千人，精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悲，那叫缘起第三二十世尊微光各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出根，月律清净光眼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舍息有心，即从坐起天坛右肩，常跪合掌而拜佛言，世尊今月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恋，回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回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来耳，愿为宣说于世世尊告阿难也，善哉善哉，汝为哀悯必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理，汝今思问胜于供养一天下八罗汉，必知火不失累劫，诸天人民愿悲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观传道教，欲整群蒙，为理真实之理，难识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汝今所问，多所饶益，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慧就畅无尽，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谛第四。我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佛说
地，信解灵济，悉皆利益。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为力，尊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人比者。广义佛所，顶礼成跪，向佛合掌，即以结果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为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利用。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无使众生随类解。念我得我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论，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愿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苦，速到菩提究竟海。无名贪嗔皆永苦，过境过往三昧地，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律，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是成果。假令供养闻沙者，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论。沦为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情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正知。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举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尽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人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亦誓愿，通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典。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比。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未当克果，何愿不得入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觉，精进佛国，如应自舍。法藏白眼，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法。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国之极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劝说211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比比天人善恶国土诸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宝智，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俱之国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设受彼，故亦是自在广如来所。即手礼主绕佛三匝合掌而出，白眼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精进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理，得大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八大誓愿第六，大藏。
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罗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天之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之意，那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依一念境，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菩萨周遍群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愿离分别诸根寂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圣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七成圆觉一百千劫七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车无数诸佛，若不共称赞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回除五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宗旨。我与诸菩萨众引现其现，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知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己自悔过，回道作善，便是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念唤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皈依，以清净心修菩萨本。诸天世人莫不至敬。若闻我名，受通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般分。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品，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助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肉尽比丘。若其想念贪嗔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
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知一生不作，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是盖，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本心，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我要说法，我要听法，我现身主，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禁光明，行色诸德迥为奇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几种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过百千有寻，道场数高四百万等，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质，亦能了之。欲见诸佛见果庄严，其余宝树渐渐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悉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地上至虚空，宫殿有观，只有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吉祥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苦等三昧，诸身种子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真离生法，波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定时，不过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对转者不取正觉。一转正觉一即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因，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不为大师子，普及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土。如果金色神妙相其圆满，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体，彼欲生正念，尽会修梵门，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法，消除三垢明明记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恨，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地色诸恶道，通达善趣等，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外智所亲持密品，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师子后，广度诸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成果。思愿若可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立真妙观。我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故，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地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人，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往如来前，其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语，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果开国广大，庄生不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智德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一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清净，尽行远离虚妄，依真谛论，执众德本，不
济众菩萨欲解救专求海拔为一群身志愿无见人逆存救离诸有情常爱之人何言爱语劝欲则尽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传取之心庄严众俗为观具足观法如花三昧常及善不口业不积他果善不身业不失律善不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托而你不施之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理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主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好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律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吉祥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诸无尽之法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等之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至尊告言彼国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当以咒愿度生现在西方具言菩提百千俱之那有他佛的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望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执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已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念念佛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道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皆来供养四百亿佛迦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指引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禁第十一国与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淋之地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为须弥土石等三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官广平正不可牵及为妙极虑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天及刀立天一何而诸佛告阿难夜摩多衰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何而诸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我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生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即佛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不能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当为将来众生过处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过一二三四有许或百千万亿有许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
数国家诸佛光明所照人间根基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利己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佛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创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乐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于是光子破灭三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子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归神功德日夜沉着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生之动他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参见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加十十方众生七乘圆觉一一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皆许智力悉空推算彼佛为众生闻之数千万分钟不息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七为百分皆如微尘以一毛成沾海一滴此毛深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成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可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足宝数遍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诸宝数或成金数成白银数琉璃数水晶数琥珀数美玉数玛瑙数唯一宝存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成根茎枝干子宝所存花叶果实花宝化作或有宝数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烧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数不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存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是相当容色光亮不可生是金光是花出五云生微妙中彰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十五六七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其本周围五千有寻枝叶是负二十万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为遍照不有红玉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林聚宝所是诸宝珠金珠璎珞周匝条件真妙宝广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掩饰无量光眼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因而现微风徐动吹竹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不变诸佛果经常哀妙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土菩提树闻声修将长期不会出其光影念书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烦处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不过三种人一音相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子皆无量寿佛为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净土究竟愿故唐舍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九堂金舍罗冠难损一皆七宝自然化准故有白珠摩尼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修行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进行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会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知
是功德第十七又七将唐左右卷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得意我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坛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恒方光明照耀修脚明也交互于此诸种种将是无能与随风散布盐水流分又不持十七宝地不经沙又波罗花果坦果花居摩托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迷雾水上若比众生过欲知水欲知足者欲知细者欲知腰意欲知紧者或欲观身或欲能者闻者其流者挽流者其水意一水众生一开神月体经络无形宝沙应者无声不道为来虚伪者相关注国雅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尽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体即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于法相应即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其宝寺莲花中自然化身吸收情趣之身无起之体不闻三毒恶恼苦难之理尚无假者何况是苦难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前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或告阿难譬如世间名古其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名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乐由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道理天王又不重叠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眼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乃所处宫殿亦无隐私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费阿难因此无量寿国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部自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观眼足得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宏祖宫殿不是香花般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其皆如念若欲时时七宝国喜自然在现百位临时自然盈满虽有此时是无实者但见色闻香意意为是舍利真假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者是以化去时之复现富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雾卷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环绕近其眼里楼观南神堂与方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国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取起追逐罗网及众宝处处微妙应演说古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有故万种温雅得相极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随风处其身安乐调适犹如比丘得念心定不缺其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国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免处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居以万物如此过世时候即花自莫大地清净根于心花随其世界环复周遍一切无异如是六本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一叶及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体灵妙日月比莲花亮或伴游寻或
一二三四六至百千有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火，声色紫金笑宝殊德，一一诸佛又号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尊，于佛正道觉正极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第五岁月结束之彼，复无著作家事离一切阻，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回首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一生若当春，皆须住于正定之余，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故若邪定趣，即不定趣，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国三第二十三菩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陀，各处广长舌相，发无量光，作成实眼，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之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无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彼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以向专念阿弥陀佛，求诸功德，愿生彼国，只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即显，今须臾间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祈祷化风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聚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供持斋戒，起立塔像，开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自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自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清洁，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国，自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止诸境界，坚守不慢，饶益有情，所作善根，其实与之令得安乐，一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果色相种种庄严圣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故此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止境界，要当作善所为：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了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心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故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如空前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自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徙，不得终悔，不得无义，要当孝顺至诚忠心，当心佛心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
是智慧守戒律得度脱昼夜常天天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活佛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极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心者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以何方佛果作果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力恭敬法第二十六部自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皈依瞻顶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宝盖王一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增长国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数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广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会上下一部人前以尊重心供诸真庙奉上八和雅音歌叹最深尊就大神通会犹如身法文国圣德明安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其修无学卷观彼书圣刹微妙乃思以功德古庄严诸佛国难彼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柔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微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是为一切众不心生欢喜佛语般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期之彼愿至久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之主如影像恒发无实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身菩提恒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心得至清净处必于无量尊受记纯等觉无边殊胜刹即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者菩萨心之愿愿己国无义不愿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等彼岸共施万亿佛挥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国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尊佛为神于一时请不往十方无边际刹供养诸佛八相传翻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悲是所有以供诸佛及菩萨众及所参花及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远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熏盖之巧者满是有玄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自花莫若不更以心花从善前所散花中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须以前还起本国东西即为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即时相逢随即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几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国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不善修习不善摄取不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只是诸天人民以其愿悲染动之类心意善恶国所欲言何时度脱得到往生皆欲知之又彼国刹诸生闻尊声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有寻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第二菩萨即号云何佛也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说佛见修菩萨恨往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欲知十方无量佛所随心者道迁居此界作大力斗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弘生第二十九部自阿难彼国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助为主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狗伴大甲胄以弘誓功德儿子庄严随生五浊恶世至现同彼之至成佛不受恶俱生生之祖常是宿命无
量寿佛，地狱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灭，皆是往生极国悉令得离烦恼。作菩萨则令悉作佛，即作佛也。转相教舍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灭生彼国国得离烦恼。当作佛则不可生死彼国国中，常如一花不为增多。所以者得犹如大海为水中往，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因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不胜等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生大无量不可生也。菩萨修持第三十步，自阿难毗婆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故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度正慧无故于喜，依佛所请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足，肉眼见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外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辩深度意味度出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多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与所受用皆无摄取，便有菩萨无外无边，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比我为愿之想，可以不比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不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外慧解法如如善知己灭因生方便，不心弃理要在争论之一切法，悉皆空寂深深烦恼，二语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生，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之正常了之，从本以来暗处神通得一生道，不由发悟真实功德。第三十一集至红身地如去海菩提道广，欲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即心皆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之身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声，绝未绝不欲甘露法润众生，不光落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离染污故，如离居树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怨，求法不倦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乐府其法普见法常要为日破之暗存净温和，其定明法为大导师调伏自发引导群生舍诸爱所用，以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诸身善根摧伏一切魔天尊重共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福点诸圣吉祥堪受供养恶意欢喜穷猛无畏真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语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而成净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者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子何不立为三天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寻道行要求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义无懈时会若是环内如是即融入虚空是得其种种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解决无有爱贪痴怨安定无增缺减求道何等不悟清且随经约令不敢错也若与神魔先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之功无力大难无欲做得善人尽心求索贪爱子民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惰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精定安乐一旦开达明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皆胜于单纯祈祷恒染成万物光精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勤勤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果能解离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广而无人及我不令为自然所牵随捐至若虚空勤勤求道可得
其长生说的无有期，何为浊世事，扰扰又无常。天欲究竟第三指，三世人共生不起之物，以此俱乐疾苦之通情身，因物以自己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年积虑为心，总是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悠悠衣裳于私欲及等事巧具有，悠悠回肠水火盗贼冤家在此门庙结果消散磨灭心捐一物无能众舍命中积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有古万分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姑母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得贪心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莫使亲尊有所回怒后世准居至诚大愿世间之事分享欢爱虽不临时应急想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喜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苦尽各作自身于神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文明解脱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怀疑迷于身会贪欲财色终不休止爱在可成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患也死生自去善恶之道都不知心为无有事更相战士且自见之或无故子或子姑姑兄弟姑姑更相不及一死一生别相不恋又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很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全尽无可奈何过道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回望心事回忆天地自意罪己更多其手下入恶道无有诸己若少当守时机远离中恶则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戎马不可长跑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其精进生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归故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安宁第三十四弥勒白眼佛语教戒生生生生皆蒙慈恩谢多有古佛为法王尊超群生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生彼不欢喜心得安宁佛告弥勒敬礼佛者是为大善事当念佛戒断无语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护三界无所挂碍开始正道度为度者若少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六苦不觉生死苦痛劳役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苦尽无可乐者一自觉断行主心垢言行中心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整机之心求愿积累善本虽已是精进勤苦须臾间而后生无量寿多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欢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乐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以为自为过救生彼天地积宝成宗于五百岁受诸恶缘弥勒白眼受佛名为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浊世恶苦第三十五我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得心正义不为从恶胜为大德所以者何时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天舍五恶俱苦痛于五烧香化其一定持五善或其福德何等为苦其一者世间诸众生越并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克贼残爱杀伤别相分担不知为善后受殃罚不有穷劫孤独龙马鹰鸟痴恶惶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诸位毫不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素质之家就算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前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影转身受身改行义道故有离理禽兽冤非软动之子亦如是法牢狱具苦其心浑身定精髓这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等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已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切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性自知居上不明在为不正现人冤枉损害从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谎称谓于私欲之后喜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分成仇国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勤劳生苦如是之戒无一随者善恶或苦罪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
有我见山称堂，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哪里用此恭敬消散不举神明可见中如恶道自有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动不可言及三者世间人民相应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繁满胸中邪态万一为此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有我交结聚会心地相合红结杀戮强夺破邪为己妻子及身作乐中共增念望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至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及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者恶果妄言及以终极善人败坏邪名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无心难得成子终归自大为己有道当写为师尽义于人欲人为心不自残惧难可消化常怀骄慢赖其情是福德淫不济是为恶福德见念说令中尽诸恶绕非又其名己记在神明当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或身心摧碎神经骨髓当思之时悔不合己其如者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逆反逆必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方自由善当九世内如目的徒不是人且无义无理不可见者六经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恋不为父母之恩不损师友之义意念生果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动乱生种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不苟于已无欲及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去交至不欲修善临时还鬼鬼之余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等甚至当知无谁带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屈者独活之恶教理开始信行者者孙子不修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去尽故有自然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解脱动不可言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理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互所作至诚不作诸善不为众恶身毒不脱祸己无德可得长寿你缓之道是为五大善也从从回念第三十六佛道弥勒五欲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感有患死当弥勒去祸起今世间便必殃死生不得是中见之祸于寿中入三恶道着痛苦苦自相交染共济冤家更相杀恨从小为起成大悲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悔恶欲自快无不屈指失欲所过后己身体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是无己则以我灭天道之争自然究底种种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同灾可伤汝等得佛见与熟知为之各自断手众生不堪尊生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于三苦忧苦苦痛之道各找诸善因果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不随时欲不犯诸恶颜色刚果身形当端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师徒弟王启功夫如鼎德宝第三十七如等广自得本悟半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顺在无量寿佛为善感谢所以者何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不毫把之恶于此修善群日时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上少恶多因古时徒未尝临习无爱如等苦心为欲受以经法悉此事之悉奉行尊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者相教与自相约解脱生意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求善朝闻喜感奉持境界如明德宝白往修来其心意己自然感将所愿则得国所行助国益究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云已时灾力不济国光明安兵歌无用从德心忍无修礼让国无大贼无有愿望强不零落各得其所国爱如等甚于父母业子国与子是作国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运祸苦得生无为之安无般离满清道
见面，人民常归不为中恶虎，杀五痛酒后者居如等正相较见如火金法无得害，弥勒菩萨合掌白眼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见此哀悉度多知受果从悲不敢为失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一见无量清净明等觉其诸菩萨阿罗汉可所居国土，因起希声当日末次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念七合掌顶礼白眼果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供持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王金身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仰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不断。阿难白眼彼国境刹得未成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于是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及诸佛国皆悉弥现如处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为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迷离七谷幽冥之处七大开地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耀浩瀚为见大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妙显赫赐为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广出于海原明显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味及异形也为是众宝庄严圣贤供出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于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自愿悲软动土施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觉一切忧恼莫不歇罗悉皆此心坐上欢喜快乐众心勤彻空吼念起故古自然皆作古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自化香来与虚空三座供养二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之那由大国以国为例如对目前如今天也观音寻地屡见此主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座围绕娑婆姿势数见第三十九二十佛告阿难及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持名数具足微妙清净庄严我如见一切诸天上至色究竟天玉足球佛天佛刹佛阿难对曰为然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土阿难对曰为然已闻佛言不见彼国境行之众由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便至十方供养诸佛国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妙处虚空见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直至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主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莲结家不着自然化成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天地一成第四十佛告直至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自不思议自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人最上生至于此诸自疑惑不信由心罪苦修习善根愿生其国故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自普遍至无等智慧的广大不思议自疑之善根不能生心故于往生清净佛国一直由于无所占据然有虚念不绝结起善愿为本具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世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时而身行所作心持去向欲罗宝池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一天于己城中不能得知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长不见佛故闻经宝不见菩萨声闻神通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不少心不开解
亦不欢乐，是故于品位自胎生，若有众生名信佛，自乃至圣智，断足疑惑，信起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以七宝花中自然化中加护而作，须以自己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中者智慧生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故知菩萨法是故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出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运，王子得罪金币，其中城楼起殿宝藏金船满装大座庙是其真与实一，火如转轮王而以金手聚集两足诸小王子名乐之火之是白眼佛也。世尊彼又持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勇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身心，犹闻佛名起心心不随身，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主花开犹如莲叶宫殿之小，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供施诸佛，愿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愿。若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自悔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至极乐往亦无量寿数，听闻经法久久一旦开解欢喜，欲得遍过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逸多当知，以过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师大力士，故应当明清诸佛无上智慧，直至白眼云何此界一类众生随意修禅而不求生活，告此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西方不起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理，直至白眼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眼一等所众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作是恶人间福报，虽不求苦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风烛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彼邪见列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一世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之重点增益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不由众生虽重善根，做大无点举相分别，停止身中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等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善，具罗菩提，当生菩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罗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菩萨不废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增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等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菩萨，诸菩萨得往生彼国，他方国土亦复如是。从远照菩萨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废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阴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神菩萨得舍菩萨人王菩萨花藏菩萨不废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废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具大清净花具一生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圣所修坚固之法，此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理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是汝般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回得大力，当末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列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真善，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息有心，彼此敬重圣道思想，越令无量众生数其安处得不退腾，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菩萨圆满功德者，当即精进弟子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忏悔之心，摄入大火，不因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故，皆须求此回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面时，当有众生指诸善根，以成供养
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受持受持，当过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九当九者，皆获称义。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行，是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真宝，成就劳逸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修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费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弘扬受持读诵于须臾，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萨及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存知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成长，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所持经法，令见无量寿果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不生疑惑，当来知是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出百岁，其有众生子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我经道难得难闻，欲生知是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类诸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不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亲，皆从恶道中来。诸缘未尽，会当度脱，不信无疑，不信相反，勤修坚持。第四十六，我报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对亦可遇。能说法人依然开始坚固身心，此亦难超我今如理劝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我之所称赞不足，如等作大手护为诸有情创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苦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身我教当效于我。当念是恩，当念是法，求诸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精简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我反不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学行，众修不善求生情操，不为是本。第四十七，二十世尊而说受念，若不往其修不会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成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庆此事。恶相懈怠及邪见，乃尽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恒处安，不能开导于他度，为成疑惑之众生，就是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不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加持大国满山全成果，威德悉能彰。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以佛乃能知，修闻一劫思国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之尊，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男子，幸会闻法门中难。多诸有情方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佛闻诸知识，因信佛教如是言。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得。佛说此人真善人，闻其佛意。第四十八，二者世尊说此经法，偏等世间有万恶千大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肉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为什么。八亿金使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以一方自地成果，多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菩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俱至。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重震动，变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念，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他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人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应，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哈揭婆夷，罗帝耶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哈揭婆夷。
谢陀，陀提耶那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阿弥利多毗迦人，阿弥利多毗迦人，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陀他谢陀，陀提耶那阿弥利多婆，阿弥利多悉檀婆，阿弥利多毗迦人，阿弥利多毗迦人，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
Amen.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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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tabha.
Tapa,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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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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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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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Yeah.